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饼干。有看到我身后的拱门吗？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在2024河海音乐界海祭现场。这里有啤酒、美食、音乐，还有数不清的摇滚独立乐团轮番上阵。但我很好奇，今天大家到底是为谁而来的呢？我们现在就直接出发市场调查，走。今年是第一次来海祭吗？没有，我已经来了大概5-6年以上了，超多次了，超赞。那你今年来海祭是为了哪个独立乐团？我今年为了海祭，是为了每一个乐团，包含 Trash 也好，咪先生也好，还有夕阳武士也超赞。那所以从昨天就开始待到今天了吗？没错，我在这边今天要准备待3天，住在这边的饭店，超赞。那你可不可以唱一首你最喜欢的乐团的歌？最喜欢的乐团？那如果不是这边的乐团可以吗？不行。我爱你太矫情，不善变太清醒，这浪漫非典型。OK， 再哇，有没有考虑明年去报一下我们的海洋大赏？没有问题，我们到时候如果这边有组团，我跟你讲，绝对参加。啊，你一定主唱，要死掉了！要死掉吗？要死掉了！死掉了！怎么？很突然。那好好好，谢谢你。好，感谢。好，不要再用。活动顺利 ，OK， 赞。Is it your first time to come to this festival in New Taipei City? For me, yes. I've seen this festival before, second time. So far, how would you like it?It's amazing. I've never been to like a concert was that close to the beach actually, and it's really the vibe is really cool. Yeah, very well organized as well. Amazing.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here? Well, we're actually gonna go away now already. Unfortunately, yeah. We would love to stay a bit longer, but we already have plan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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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看这三点吗？啊，干好看，好看。啊，上大意的是做一个角色。角色哦，对啊。我这么来搞位的呀。哦，你还没搞哦。好看，好看，好看。啊，你敢知影今日有表演？只有表演。有人在咧唱歌呢，你敢知？我那游览车落来。哦，啊，你等下去看。啊嘿，对。啊，你敢知影今日是表演啥？头下那摇的乐团。哦，乐团哦。对啊，诶，弹吉他，你头会这样摇。哦，你敢没摇？我没。好，你可以看沙雕，好，謝謝还可以看表演哦、喔。好好好，谢谢。Hello， 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海祭吗？不是，他是第一次。那算是你带他入坑的吗？算是。那你们今天有是为哪个乐团来的吗？Trash。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他们哪一首？都喜欢。想问一下，这长发很难保养吗？算麻烦，我烫过。那你要每天要特别护发？对。护发时间会比他长吗？会，现在会，头发比他长。所以吹头发也会吹比较久。对 ，Hello， 两位，请问是怎么称呼居之先生吗？哦，哎，请问是第一次参加海祭吗？是。耶，好浪漫啊！今天是第一次来海祭吗？对。有没有特别想听哪一个团？我们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嗯，你今天就是为了听音乐来这样？不是，哎，不是，看沙雕戏，看完沙雕顺便听个音乐。Hello， 今天第一次来海祭吗？啊，对，我第一次来海祭。那你第一次来，你是为了哪个团体来的吗？哦，我主要是要看比赛，很想知道今天的那个最后赢家是谁。那你有支持哪一个？啊，希望喂饱猪可以拿到最后的海洋大。喂饱猪。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听团男生啊，有一半以上几乎都长发。那我想问一下，你这长发大概留多久？留3年有了，对不对？那会想要留长发，是因为了就是到前面去冲撞的时候可以这样甩发。哦，我留长的发是因为想增长自己的长处，这样子。对。这样子的头发会不会就是海风这样吹啊，很阿脏这样子？啊，会有一点。以前短头发还没感觉，长头发之后真的要开始护发，然后用发油什么的，会买一些以前没有买过的一些用品。那你等一下到前面去的时候，会跟着那个人群一起这样甩头？佛系听团就好，好不用太激烈。好，了解了解，谢谢你哦，谢谢。Hello， 这是第一次来参加海祭吗？对，之前都会去垦丁而已。那有特别是来看哪一个乐团的吗？刚刚听到那个两栖人，台中的，我们也是刚好来支持台中的乐团，挺自己人就是了。对啊，第一次参加海祭吗？第二次。那有没有为了哪个乐团来？我都有听啦，但这是今天是看 Trash。有没有因为多听了 Trash， 然后在音乐方面有被启发到？本来就有在写音乐。本来有在学音乐吗？那可以来个一两句。直到你甩开手，才明白失去了什么。伤痕都是累积的，彼此互相听认真。你很有实力耶、欸！
考虑明年报名一下，就上台了、啊。我老了啦，宝刀未老，明年等你哦，明年等你，好，谢谢。哇哦，原来大家来参加海祭的原因呢，不只是因为追星，不只是为了听某个乐团，也有可能是为了沙滩，为了海浪，为了跟家庭来一个浪漫的旅行而来。如果你今年还来不及参加海祭，没关系，7月27、28，还有8月3号，在淡水渔人舞台河岸音乐季等你来参加，快点跟上夏天的尾巴吧，大家再见。